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点火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同志们，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控中心监视计算，长征二号 F 幺四九火箭已将神舟十九号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，帆板展开，工作正常。我宣布，神舟十九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。谢谢大家。